韩国人气组合 1&1 于2017年从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第二季中脱颖而出，合约预计在2018年年底结束。但由于他们人气实在太高，不少粉丝们都盼望能够将他们的合约延长。针对此事 ，1&1 队长尹志胜回应道：“关于延长合约，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讨论过。目前我们会把精力集中在现有的活动，虽然尚未有结论，但也没有直接否认可能性。”但队长的回应还是让粉丝抱有一丝希望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